放的是啊。哇！下一次就换小纸枪了。好快、哦！预告一下，接下来就是小吉举办的民歌之夜。还没学会唱的，赶快学会哦！对，小吉们看我们跳吧。不要看子豪，子豪会。发财饭喽！发财干喽！哎，为什么？喂，他说你要请宵夜哦。哎，我帮你挂。他说请宵夜，我调好再去，我调好再去。凯奇，可是我就这样接了。是你在后面那里干嘛？来干嘛？嗯，今天的那个感觉。好了，快点开。不对，不对。啊，先等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行。陈凯奇。好。三八，拿麦。对，然后就从就连着声音。一个拉一个，走，我们走。